好，接下来老师要介绍的是在课本的比较后面啊，87页、88页。好，at this theater 哦，at this Eddie 的哈，at this Eddie，然后再一撇 s 叫做 Eddie 的 theater 哦，它的剧院呢，哈，那这边就是好像。我们课本的这些小朋友人物啊，演了一出戏哈，演了一出戏。那什么戏呢？等一下呢，哎，小朋友，老师放给你听哦。那你如果觉得现在这个老师的这个录影的这个荧幕不是很清楚哦，它就是在那个网络翻翻的电子书里面哦，你自己可以找哈。就在我老师已经在网站上跟你讲的哈，eStar 的网络电子书哈，里面有。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Eddie 他们呢演了什么样的一出戏呢？先让你们看一看呢、哦，我们这边有外师导读。Hi kids, have you ever heard a story called Little Red Riding Hood? Exactly. There is a girl who has a red cloak, and she wants to take some desserts to her grandma. On the way to her grandma's house, she meets a lot of animals and a big bad wolf. Rah! However, is every wolf a bad wolf? I'm not sure. Let's watch the show together and see if Eddie the Wolf is a bad wolf. Okay? Let's start. Goodbye. See you. 好，小朋友刚刚看完的那个外师的导读，还有这个故事动画哈，这个里面这些人物啊，哈，好像跟我们原本呢，他们所演的这个故事，跟我们原本好像知道的那个小红帽的故事不太一样哈。好，没关系啊，这个就是你可以去改编童话故事啊，变成你自己的戏剧哦。好，那我们来再把这个故事看一次，然后老师做讲解。然后我把它放大一点。好，第一个啊，哦，这个是 Iris 对不对？Iris 她演的哦，演小红帽，然后她这个帽子飞出去了，Oh no！飞飞飞飞飞飞到这个tree 这个树上面了。But I'm too short. I'm short. I'm short. 我矮矮的啦哈，Iris 矮矮的呢，好拿不到对不对？好，结果嘞，这个。你看，装扮成这个 Big Bad Wolf 的 Eddie 哈，你看得出来吗？这个机器人的头在这里，对，然后他是外表这个是，那个大野狼的身体哈。结果呢，他就变高了，哇哦，You are tall，哇哦，你好高哦，哈，帮他拿了红帽子。然后呢，他们这样子就是好像变成朋友了哈。然后，Is that a rabbit？That 是那，好，因为这个东西，这个 rabbit 离这个小红帽有点距离，他就问，Is that a rabbit？哎，那是一只 rabbit 吗？Yes, it is。是啊，好，然后呢，这个 rabbit 哦，好像 get hurt，好像受伤了。然后呢？
这个 Eddie， 好，这只 Big Bad Wolf， 好像也不是 Big Bad Wolf， 应该是 Big Good Wolf， 好，大好狼，不是大，它是一只好的狼，对不对？ Are you a doctor？ 好，那你是医生吗？不然你怎么在帮？你怎么会帮他包扎呢？ Are you？ 问你就回答 Yes， I am。是啊，我是医生啊。好，所以他很好心啊，对不对？好，把这个 rabbit 包扎好了，然后呢，来到了这个不知道谁的家。好，然后这个好 Eddie 这只 wolf。这是大野狼就问 Who is she？ 好，这是 Unit 3 的句子，对不对？ Who is she？ She is my grandmother。 哦， grandmother， 诶，这是谁演 grandmother？ 你们觉得这像 Danny？ 是不是像 Danny？ 啊， Danny 演 grandmother 吗？是不是 Danny？ 我觉得啊，不是啊，不是 Danny， 叫做 Adam， 是不是 Adam？ 这个男生好像是 Adam 演 grandmother， 对不对？好，结果呢，好像来到他们就进到他们 grandmother's house， 进到他的房子里面，然后吃啊，吃这个 sandwich 啊。你看这个受伤的 rabbit 也在吃这个 carrot 胡萝卜。好，吃完了要回家了， goodbye。 好，那你会回答 see you， 你不要说看你哦。See 不是说看看你哦，不是 See you 就是也是再见的意思。 OK， 好，这样故事讲完了。小朋友，我们呢下学期有机会应该要来像这样子演个故事哦。好，那我们来看呢，来，现在是换你们作答的时间到了。好，请你们把课本拿出来。刚刚我说第几页？88 89嘛。好，那你刚刚如果没有拿出来的人，你现在拿出来了，因为老师要请你做这个练习。那这个练习很简单啊，好，你们先练习，然后我们等一下再看答案哦。好，好，这个 C 来什么意思？ Count and write。 Count 就是数，让你数一数啊。他这边已经有一个示范题，第一小题 you 呢有三，哦，就是有出现，就是在刚这个短句里面，他 you 有出现三次，所以写三。那 a 有出现几次，写数字哦。好，哦，那 is 出现几次 ，she 出现几次，写数字。好，等一下你们再把文章看一次啊，把这个。这个小短句再看一次，然后呢 ，read and match。好，再来就是这 one two three 这三小题的问句要连到哪一个回答句？好，好，在你们课本的88页。然后现在请小朋友把我老师这个影片按暂停，写完之后你再按播放，我就会告诉你答案哦。好。小朋友应该写完了哈，那我们来对答案啊。好，刚刚说的 you 这个字有出现三次，好，在哪边你知道吗？好，你看哦，在这里。Wow, you are tall 一次，对，还有哪里 ？Are you a doctor? You 出现第二次，好，再来嘞。See you 出现第三次。好，所以这里写三。好，那再来 number two， 请问出现几次？我们来看哦，从这边 ，Is that a rabbit 一次？还有哪一个 ？Are you a doctor？ A rabbit a doctor， 所以出现两次，这里写 two， 你写对了吗？好，那椅子呢出现几次？哦，椅子这个最常用。好，我们来看哦。好，在这里 ，Is that a rabbit 一次？椅子 ，Yes， it is 第二次，椅子。Okay， who is she？ Is 第三次 ，She is my grandmother
is 四次 or is 出现四次，四次 ，all right。好，再来，然后 number four 第四小题 ，she 出现几次？这里 ，Who is she？ 一次 ，She is my grandmother。两次，好，所以 she 出现两次，这里写 two。好，再讲一次答案哦 ，three two four two。OK。OK, Part D, 好，第大题 ，Read and match。好，那这三个句子，我把它放大一点。好，第一个 ，Are you a doctor？ 好，老师说过哈 ，Are you 问你要回答，问你嘛，回答 I 对不对？所以是这里。Yes, I am. 好，从这边连过来。Are you a doctor? Yes, I am. 好 ，Number two 呢 ？Is that a rabbit? Or rabbit? Rabbit 是动物哦，动物哦。所以你要连到这里。Yes, it is. 老师说这个 it 是动物的它，对不对？连到这里哦。那其他都不是啊，好，好，再来 number three，Who is she？ 哦，问 she 哦 ，Who is she？ 好，连到这里 ，She is my grandmother， 这样可以吗？好，再一次哦 ，Are you a doctor？ Yes, I am。Is that a rabbit？ Yes, it is。Who is she? She's my grandmother. 好，小朋友全对了吗？好，如果有错的话呢，哈，请你订正，然后再把这个小短句再看一次。